如何使用安卓及苹果手机远程投屏到直播间？首先，我们需要下载一个叫云控直播的 APP。安卓我们提供二维码下载，然后苹果的话我们给有链接下载。打开云控 APP 之后，有一个摄像头推流，我们点进去，然后这里有一串 ID， 这个 ID 我们要记住，然后我们点击标准直播推流。我们回到直播机这边，点这个加号，然后 ID 输入进去777730，输入到我们的直播机里面，然后点击确定，这样子选另外一个机位，它就可以上来实时传输。下面展示是云控直播中的另一个功能，录屏推流。我们点击录屏推流，然后记住这里的 ID， 点击标准直播推流，点击允许。之后我们到达直播机这边，点击机位，再点击加号，再把 ID 输入进去。点击确定，然后再选择。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屏幕推流了。我们的录屏推流已经投入过来了。之后我们移动这个手机的屏幕，它就会跟着过来。然后它这个可以放大缩小。然后删除机位长按就可以删除了。